两口子来给剥了皮，无所谓无不脱裤的情况下，一般那些右派的人，没有几个知道他是哪一的。头脑才有点发现，哎呀，我这是上当了。那死人就随便的很了，黑吧。人到那个时候了，就人就没人心了。我这么思想了，就是不管的活。我吃人肉的那些，把他的肉刮下来吃的时候。我们今天的活着，确实是那个死亡换来的。你能唱吗？